下回医师这样吃不胖又变美，棉花糖嘛，对，就听起来甜甜的，下去你喝水就会胀，所以你就可以增加饱足感。他们那时候还说胸部会长大，脸这边会 Q 弹，然后胸部还变大了吧？我有一群贵妇姐姐，那他们就是有一阵子在行的是七日全部都喝这种蔬果汁，我喝完之后，你撑到第七天，你会觉得有一种重生再生的感觉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